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宛如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桃花盛开、落英缤纷的景致。最近正在武林农场上演。专程从台中太平上来的，我们避开了二月份的樱花季，然后我们这个时节来看这个桃花也非常的美丽漂亮，颜色非常的粉嫩，让人不会失望，比我们想象中的漂亮，尤其是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，我值得推荐的。阳光普照，今天刚好开了1100多公里来这里，看到漂亮的桃花，春暖花开，桃花舞春风，值得一游。一般民众大多吃过水蜜桃，想一睹水蜜桃花庐山真面目的民众，可规划四月初连假来一场粉红桃花之旅。从现在开始到四月上旬，都是武林农场水蜜桃花开的最漂亮的时候，欢迎大家清明连假5天前来武林农场观赏水蜜桃花。现在结花，三四月开得漂亮，到了六七月就有又大又香又好吃的水蜜桃，可以来供大家上武林农场的时候来品尝。吴发涛表示，桃花花语为爱情，是拥有美好爱情、爱情好运的祝福。想增加异性缘的单身男女，不妨来趟武林农场桃花之旅。新唐亚太电视张年杰，祝你报道。